天星期二，刚好下午没有事了，带思美琪还有大家先去逛特丽屋，逛完特丽屋之后，大手牵小手，来市林夜市吃东西。好，现在看一下。他有试喝的吗？喝喝看。他惊喜的，两个人好喝吗？你可以叫他去冰啊。30-45。什么30元就够了吧？你要什么 size 的？小杯就够，30就够了吧？他要去冰哦。钱我来付就好了，来喝一口好不好喝？我等下，请我等一下付。好喝吗？好，我等一下付，好不好喝？有没有赞？小妈说赞，小妈说好喝，赞。阿妈你在哪里呀？美国啊。阿妈，要出来给阿妈看。说阿妈好。好吃好喝，下次带阿妈一起来哈。赞，好，拜拜。